有什么愿望吗？这次你要画的是我和我姐姐。姐姐，我总要知道点什么才好画呀。你躲什么呀？ 要他钢琴弹得好，画画也是。真的假的？他挺单纯的，但感觉在隐藏着什么。这间房子里竟然还有别人在画画，他为什么之前一直都不出现？愿我讨厌他，讨厌的要死。还是让陆海走吧。不行。 我一定要把画画完，我一定要见到了。